生菜夹今天忘了带麦出来啊。里边那个多少倍也是多少？到冻了，到冻了啊。他们有阿姨在聊天。好多年了，是啊，跟片长，片长说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他们那个老太太一个什么毛病？好多年呢，走了好多地方都不治好，就上那妇产科了。是吗？嗯。你去看看去，别在家自个儿瞎哭。啊，哎，这是些毛病啊。哎，这毛病怎么了？哎，都是这毛病。嗯。我这又跟凉了。哦，直接凉东西也不行。那是为什么？姜华也点上了，姜华聘回去了，但是他不管这个眼科，你可以找他咨询，问他。他就在那个医院。哎，对，这该聘回去了。什么花？有三个阿姨在聊天。花安，花安。